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韩国演艺圈女星整形已成一股风潮，近来网络上更疯传疑似女星抽脂的系列照，其中不乏少女时代、 Girls Day 等当红女团。疑似抽脂遭点名的女团包括少女时代杰西卡、 FX Luna 和雪莉、 Girls Day 素贞等人，她们在臀部微笑线下方不仅都有相同黑点，有人更被发现在手臂上也有出现，认为这是她们曾接受过抽脂手术所遗留下的黑点般的抽脂孔，引起不少粉丝热烈讨论。其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，韩国女星个个身材火辣，腿更是瘦得像竹竿一样，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，保持惹火身材是保持人气的条件之一，除了透过运动外，平常也严格控制饮食，更有人自创杯子减肥法，一餐只能吃一个纸杯量的饭，让许多人也频频为这些女偶像叫屈。保持身材真的很困难，一人好辛苦，抽脂减肥就相对简单一点，而且瘦得更快，目前也颇受明星艺人们的青睐。但是一旦抽脂过度，就会导致出血过多和麻药中毒，瘦腿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，明星美女们减肥也需要谨慎。